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网络有问题啊，好像是，好不顺哦。我台要被攻击了吧。好，奥丁必备哦。好啦，应该可以吧，奥丁这样水吧。啊，墓主要再吃少一点吗？墓主要开个两次是不是？不知道啊，就麦卡贝怪怪的。我不知道欸。荡荡的吗？你看看。还可。还可啊。应该还可吧。你这样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我要除鸟，不要人命关。除鸟，请给我除鸟。就换鸟吗？我要除鸟。OK。很卡吗？我觉得还可啊，我刚看一下下。别吃了，为什么？啊、哦！为什么别吃了？还有45，那就把它练，把它升华满好了。
还有20体力，我就把它升华满好了。我已经用过了，回复体力那个我用过了。干，我不会在这边就要死了吧？请不要随便打扰我，因为我很容易分心。拜拜拜拜拜拜，要走的可以先走没关系，因为其实有点忙啊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们打招呼啊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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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道，我会快一点的，
12例。伤心歌跟爹听慢歌，不行，我这首歌还没打过。我还剩我一颗石头呢，是吧？好，可以了，这颗石头刚好拿来。木北欧压什么？木北压木北吗？看一下。我没在打几吗？好，打几？好，走吧。伤心人
是纷纷惹惹，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去看明日的星景色。泛情的释怀，关关的恋爱了，委屈都圆满了，每一个争执都配出和平歌。加油！我好紧身体就过了，身体就过了。加油！我差点要哭，现在不能哭。听慢歌，小乔加油，小乔加油，相信你做得到的。小乔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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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得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一万八，好，我们要吃一颗。对，杜门不要吝啬，对不起，我都忘记杜门可以开了。哇，吃的不好，吃一颗。加油！加油！那个王胜，你不是要说你要睡觉，赶快去睡觉啊！我好紧张啊！我觉得我安静，我不需要歌，快一点。几颗？随便来，不管几颗都好。没有木头。哇，信号打掉。这应该是要全开吗？还是怎样？
哦，这鞋垫。这鞋垫是怎样？这鞋垫是要开还是不开的？什么？全开了。天降吧，拜托天降吧！我想哭，我想再懂，等一下，好恐怖，我好害怕，我好讨厌什么，天哪，好恐怖，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补血吗？怎么样？看怎么？这很紧张。洗技能吗？补血洗技能？要全体吗？要全体吗？在这里洗技，要全体吗？留一只喜剧，看一下哪一只可以喜剧。是要全体还是怎么样？单体是不是？要打掉多少啊？拉全体是不是？中间打多少？中间打多少？中间打多少？剑打很少，是不是？先打剑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杀大剑是不是？482。好，单体杀大剑，中间洗技能，好。好，干这什么啦？好，没事，一切都好。好，冷静，再吃一颗。没事，我过得很好。没事，小乔不要紧张，你手在抖，你手在抖。我知道你手在抖，但是你不要紧张。那你打10000多，是不是？我做得到，做得到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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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补血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我可以补血。还有2回合，我可以慢慢补。我不紧张，我要慢慢补。这个时候，千万不要听见啊！怎么办？这什么啦？12000，
洗洁精，洗洁精，洗洁精。相信自己做得到。这里是要干嘛的？强化腐蚀的攻击，那我就五颗五颗咯。因为我会害怕。好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全爆发吗？爆发打是不是？好，要开妲己吗？根本没有。Fuck you！ 海珠吗？吃一颗，主要是我这样，我可以慢慢洗技能。
要写进来，要写进来。这次课我带了50克进来，你相信一切都会好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听到清楚，只眷顾生一颗。都洗完了耶。完全应该没有什么压力了，应该还好。慢慢洗，其实我已经洗完了，要留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固定开场按，那我要留什么？等等，强化盾。开爆发，怎么样开爆发？全开颅，全开，好，全开。怎么开会比较效果最大？双度门加主角，传承加妲己，好。这样子怎么转啊？这样没有 combo 啊！
传承加木组好了。Fuck you. 没关系，应该是 OK。 我吃到忘我耶，我这个天降啊，完了。这是怎样强化腐蚀，所以要洗猪的话我一定要留新猪。要先做强化猪吗？会打下多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留强化猪看一下被打到多少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好， OK， 没有这么痛，这个可以洗。好，相信自己就可以做得到。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，快乐有时候竟然他补血吗？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，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，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，忧伤有时候抓紧我往前去。
什么属性？看，就是要不要打死我？谁？现在是谁吗？这应该是要全开了吧？让我思考一下。我知道，怎样 combo 会比较多呢？全开我要怎么全开？我是应该打几加强化开一个越战越强，还是说我应该要开传承加打击呢？还是我应该要开传承渡门打击？怎么开？传承加渡门，传承加渡门，我就不是是啊，对，这样子是没有 combo 啊。这样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快打击了，加油乔乔，你做得到，我相信你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你做得到的。实抗可以吧？靠背，好想哭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打一个打到这么想哭嘞？先讲吧，先讲吧。我等下一波说，三烂东西，他妈的逼，三滴血是怎样？刘万竹。
干嘛？他妈的神低能！不要吵我！哇，终于断住了 ！Fuck you， 吓死我了！一二三，应该过得了吧？大吉姐姐，大吉姐姐。天哪，我要哭了。除了烂透了，我找不到别的话形容，神魔真是烂透了。除了 fuck you。终于到时了。下一个，我想哭，我决定，别安慰我，千万不要安慰。我恨神魔再不要玩了，我觉得他。你他妈的神难顾，这是吃16颗，是没有吃了16颗，是17个的意思啊。还少一只素材是什么？要什么素材？要打两次吗？他的意思是说是要打两次吗？看，林老师，再打一次是不是？你他妈的，这是假的屌丝的，烂的！什么？打得很不爽，有没有？是怎样？好像不太对，好像双十一颗。我觉得我好痛苦。
还是可以洗吗？像是天降是什么？像天降的是什么？天降什么意思的？降天降什么意思？姐现在不想听音乐，我有点生气。我不要音乐的干扰，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天降吧，天降吧，真的是有天降，不错。我觉得这场好会降哦，这场好夸张哦，这应该是有设定机制的，想神魔是不是是故意的吧？刚那场很难降，这场比较好降一点点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干没打好，刘我发现越来越痛。我只想说，可以随便猛进的，是我的错，请不要怪他们。再听讲，这个要全开。
行。这运气。刷掉一次。听不懂，现在听讲什么意义？谁笨呐、啊？不爽。
差点点。天降吧，天降吧，天降，天降吧，天降一颗木珠，木强左要被打死四百次。算了啦，反正我已经准备第二关吃食过，我觉得太痛苦了，觉得人生过得太复杂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也认了，反正我运气一直很差，一直碎碎念，一直碎碎念。流星珠，就去找星珠好。干，我真的太紧张了。Fuck you, 我要杀死。太好戏。我不停着。像天降有什么意义？好了，免一次我被杀死。好累个哦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姐姐，姐姐会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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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不好笑就是，我也知道不好笑，我不能充值一下我自己的心情吗？因为他可以留，他可以写 CD 啊，他又没有要打我。小桥坏掉了。爆发吗？
喜猪，喜猪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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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刚那个你没有发现吗？还是你们一直都有发现？其实很严重的那个。那差点没补起来。我觉得还是不能听歌。我觉得我不能听歌，听歌姐会分心。Fuck you, 没补血。没补好。那期待一个。OK 的。放轻松。Relax。各种没整好，
他们要做到成熟吗？有哦，喝水吗？我刚刚开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我真是个废物。天降啦！
终于过了，刚好12点，我差点哭了。因为我刚刚哭了才有黑眼圈吧。这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还是这个没掉？可以解放了吗？我剩17颗，五十颗剩十七，51颗剩17颗是多少？34啊。压力好大。感觉跟你有所不知啊，这关真的是着实让我眼泪一直掉，眼泪落不停啊。我现在要放你最珍贵，又现在就觉得难过。玩神魔导致 Terry 富裕，好。说我致富原因是因为，因为你们玩神魔，所以我致富。对啊，我今天去看那个，所以就哭了，要补血。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，踏上领带系上思念。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太多的爱怕醉。这什么呀？越战越强。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我会带你梦散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随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我选择在你眼里沉醉，你舍不得我脆弱黑夜，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。你最珍贵，你最贵，你是我神魔里面最贵的一张卡。补得回来吗？
刚好压弦呢、欸，不得了啦！要压吗？压了。啊，还天降！这个运气哦，真的是不太好啊。这个天降真的是不错。拜拜，哎，没有知道意思，超感动的。奥丁，你真的贵，奥丁真的贵。你最珍贵，你最贵。啊，他这个15，吃6只是不是？来吃个5只好了。解鸟多嘛？啊，吃4只啊，随便。珍贵，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。为什么？还有几季啦，2个。结什么没有了？命鸟最多了啦，没送。你这么贵，就让你贵到底啦。没送，开始暴怒。有没有跪到底的感觉？有没有？人家说，你看之前杰林不是有一个那个跟那个谁阿虎有一个什么，有个什么奥丁吃掉奥丁，这样放吃到解那个前年解放后奥丁，我大概会大哭。我说你吃掉了多少钱？算40颗好，40颗可以30多刀。带1000人就吃掉1000人，还有6只鸟，吃掉我六只，吃掉我1000人和6只鸟，超我应该大肆的摔手机。约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，搭上领带系上思念，有没有？满记啦，拿出来就是包干款啦。你想现在我就开始把它吃到技能全满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下心情不好。我会送你红色玫瑰。如果刚刚如果不小心拿到一直要紧，然后吃掉我解放后6个，我不要玩了，我解放后好痛苦哦。跟你讲，再吃2只，我就满等了。2只机关骑士，我要满等了。我现在马上发代表，这只很贵。
马上换代表生气，太难过了。这个叫选，你知道换代表就要悬浮，因为很难打。哦，不要烦我啰嗦。好、哦，有没有立刻截图？我要打这只奥丁好对，对对对对，我要把它放出来，免得吃掉。一切多快的奥丁被我吃掉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的最爱。怎么放最爱？我不会放啊，按分解好不好？哦，加到最爱。然后立刻截图抛文，我说干这只奥丁超贵。明年这个时间，今年这个时间。今天今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应该是怎么打，我想改歌词，约在这个随便啦、啊、打奥丁真贵。马上换代表炫富。你最珍贵，然后马上po，马上po。粉丝团然后拍一张欲哭无泪的照片啊，对对对对，我可以直接这样子截图就好了。啊，这个照片不能放，因为是神魔的，这是刀塔的。靠北，这是怎样？我不要再听，我不要听你最珍贵了，免得我想哭。这是令人难过的一首歌，我要把这个图换掉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黑眼圈好重哦。然后换是图好了，哇，好多素颜照哦！别误会，那不是 A 漫啊，开始害怕，那只是我喜欢的漫画。小丁，谁穿小丁啊？白痴，我穿的是裤子 ，you know 裤子。丁小雨啊，找一张神魔女将照片放上去。好，等等去粉丝团按赞，就这样子，大家拜拜。